我他妈四刀，现在都带砍倒，砍倒加那个焦灼消耗能力就特别强。好走位，提莫。都是焦灼啊，所以说它是消耗太猛。他也两瓶药，算了算了，我都回去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致盲，我现在第一时间致盲，我拉开一下再戳死他。没事，我上线也比较快的，他出这个鞋是真的上线太快了，开个 W 500移速上线贼快，后面又有个加速，这个先不推也是慢慢推过去的。嗯，我不如移速太快了，还有迅捷步伐，动不动就500移速往上。移速太夸张了，这他妈谁玩得过他？
得来的呀，不是我帮你，你不帮我呀。行不行啊？你这线搞的，行不行？他这么出鞋子，等下打团很垃圾。死个伤害去石头，面具了，好，有点痛呀。
미쳐 날뛰고 있습니다. 先推不了。厂子上打少了你就觉得恶心，像我这种打多了其实还好，让他恶心，你找机会把他杀了就好了。这边什么妖魔鬼怪都有，正常。要会打长手英雄，也要会打短手英雄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저를처치했습니다你说反了吗？有吗？长手英雄居多。我拆了吧，别一直耗着了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자르키啊，说长手是不是第一件必挺进？你不出挺进，你出挺进都有点抓不到他，你不出挺进还玩得了？玩不了。你们都是这个鞋子一出很克制建模，主要提莫本身就自带一次，还有迅捷步伐，怎么恶心怎么来现在。Thank you.
要出挺进的呀，不出挺进怎么玩？不出挺进玩不了的。 我操！待在布隆后面，给力！待在布隆后面，他闪现给我 W 还给我守护者。 就走，傻逼卡莎又在这里抓人。 撞墙。 真的假的？菜了呀！可以坐传送门走的。他这个操作没操作好，是可以坐传送门抵消10个的大的。第一时间没想起来吧。 打得过提莫吧？不在我这儿，情报是吧？
소환사항을 게임을 통해